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在教育弟子，有的弟子啊，是真正是用心信服佛陀的教法，但是也有少数的弟子，就是无法度依照佛陀的教法，将家己烦恼的心、贪欲的念弃除，最不受佛教，而且呢，时时迫害佛甲僧团，那就是提婆达多嘛。提婆达多，也就是佛的堂弟、小弟，伊聪明啊，但是呢，伊就是急功所输了将近500位的比丘归道伊，该带离开佛的僧团。看到提婆达多所带的僧团呢，偏离归道啦，佛陀不忍心，就叫目犍连啊、舍利弗啊，去把伊带倒转来，就近归道。舍利弗教伊，将佛陀的教育理念，经过了舍利弗的智慧再分析，啊，这500位如梦初醒，又搁再对着舍利弗转来啦，在佛前忏悔，就向佛陀讲：“佛陀啊，舍利弗、目犍连两位长老，因将因的智慧、因的神通，将因的心中啊，好亲像发挥了光芒，这道的光芒，好亲像照彻了阮梦中的黑暗。这两位长老比丘，真正是阮的模范呐。佛陀呢就讲，其实舍利弗、目犍连，不只是干那做人的事，智慧神通具足，其实在脱生道的事，也是为道尊重，而在脱生道中。这个山林中有一只鹿王，鹿王啊，有两个囝，一只叫做水上，一只呢叫做黑暗。有一天，鹿王甲这两个囝讲，想要甲这个鹿群啊，拢交乎你。两个分配去抓，啊，这两个囝，伊都给收落啦。每一个带着500只的鹿啊，过着平安的日子。在迄个所在啊，听讲在我要收的以前，会有真多的这个野兽会来打吞农作物。所以农民啊，按真多的这个陷阱。Thank you.
老陆王啊，就交代这两个囝讲，你爱赶紧，把你的陆军呢，带往深山去。但是啊，要走入深山这个路程啊，恁爱真小心，爱运用智慧，用心去带。所带到的陆军啊，就急啊，急的到迄个青山。所以无分早啊，无分时刻，无分方向，赶路。所领导的呢，知影什么时阵是有拉人伫咧长拉的时，伊就劈开了这个时间，带队往前行。多一个所在，则无有这个地方，伊会晓带队迄个安全的道路去行。总是机场啊，拢无损伤，度过了农作休息的时期。但是啊，因爱阁倒转来回归因原来的山林嘛。500只的鹿啊，安然无恙回来了。但是黑暗呢，伊阁倒转来时，也是同款啦，去予拉人呐掠着，伊这是网着。唯有呢，黑暗倒来教伊，重要的就知影路爱安怎行，是啥物时阵应该行，倒一条路应该爱劈开，爱有迄个地位去做分析，才会当带人啊。随俗就是发挥了地位啊。黑暗呢，真正是无趣啊！不懂。这个故事讲到这，回到回来，就跟地主说了，您敢知道，那当时，那位水秀，就是现在的下地方，那阿妈，就是现在的提婆达东，提婆达东虽然是聪明，但是呢，急功好利啊，就忽视了智慧的运用。
下一份，伊就是啊，伊份的地位，伊才会当将伊冷静的地位弃之不明。所以这份智慧的光芒啊，就是伊人生的思想。咱听这段的故事，咱就会当知影，咱爱行咱正确的道路。所以咱世俗人常常嘛讲，啊，人都爱有道理啦，道都是路嘛，理都是方法嘛。咱做人啊，爱会晓知影安怎行这条路的方法。佛陀教导人，爱咱会当步上了轨道，爱咱会当伫这个轨道上，唔通去予伊偏差去。